这个水会大概从今天早上6点钟开始上涨，9点钟左右我们就转移了10个人。现在社区基本上都受淹了，水最深的位置1米左右的水深，家家户户都通知他们做好这个防护措施，如果有需要的就立刻去社区联系，我们前厅后有人值班。